37岁女星妮可白以儿童台葡萄姐姐身份闯出知名度，随后转战戏剧领域表现亮眼，凭牛车来去在去年金钟奖敲响讲座，演艺事业攀上高峰。个人生活方面，近年妮可白越活越自信，时常在社群展现成熟女人美，吸引许多粉丝喜爱。日前她飞往马祖担任跨年场主持，以一袭亮钻质感黑礼服闪耀全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妮可白在后台兴致一来，现场嗨跳华莎的 I Love My Body。 影片中她时而闭眼忘情扭动翘臀，时而蹲下站起对着镜头放电，让不少粉丝看到后大赞恋爱了，好可爱。